今天准备去天津工地上班了，现在在我们这里的火车站。刚刚过安检的时候，工作人员问去天津还是去北京。去天津不用测体温，然后如果是去北京的情况下，体温还是得测。候车室现在工作人员比旅客多，现在是这种情况。现在把包放在这里，好多人把包放在这里，也丢不了。下去买瓶水喝。发车了，发车了，霸州到天津，一个半小时。客车还没有通车，只能坐火车。34号，下车，天津。早晨没吃饭，吃的饼干垫垫。现在已经在天津站了。一会儿吃完饼干就打个出租车直接去工地了。新的工地离天津站特别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请关注我，关注我在天津工地生活跟干活的视频。好了。